你爸爸，你在？弟弟被关住了。对，弟弟你被关住了。弟弟被警察抓了，好可怜。弟弟你被警察抓了，很可怜。为什么你被警察抓了？来，鞋子给你。弟弟，为什么你被关注了？因为他爱喝鱼，爱喝那个葡萄汁，又变渣子了。是哦，因为你太爱喝葡萄汁，就被抓走了。对，抓走你去。弟弟，爸爸把你救出来好不好？没有。你想要被关着啊、哦？为什么一直想要被关着？好，姐姐来陪你被关着的好不好？哦，你们两个都被关了。姐姐是因为都没有听爸爸的话被关了，弟弟是因为喝太多葡萄汁被关了。来，弟弟出来，我们回家了好不好？姐姐买东西。你要卖东西是不是？是弟弟关注了。弟弟，你要卖什么东西？因为这个很像一个笼子嘛，这不是卖东西的地方，因为这个很像笼子。弟弟多少钱？我想买。一百块钱不用。给我几块钱不用钱。